继续快乐省钱术，要带您快乐省钱洗牙期。在台湾的夜市 PK 结果出炉了，包括来自基隆的庙口还有台中的逢甲夜市分别得到最美味，两个人不分上下。所以今天华视记者就各准备了150块钱到两个夜市吃到饱。首先基隆夜市，在这里150块也在假下呢，哇很多呢，嗲冰熟、天妇罗还有油肠粿、泡泡冰，从主菜到甜品都有，价150。我们是全台湾最好吃的顶冰座，赞！这边是全台湾最好吃的天妇罗，这是全台湾最好吃的泡泡冰，我们是全台湾第一名的油肠粿。这么多天下第一全在基隆庙口，来到巷口这一家60年老店油肠粿，全手工制作，吃起来又 Q 又嫩，加上祖传三代特调的酱汁，让客人不管有多烫，还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还有对面的一口香肠也是超人气，烤到油脂全溢出来，这位小姐很专业，还会先蘸酱再大口咬下去，是不是也想来一口呢？别急，往里头走，这就是超有名的三明治，在炸到酥脆的面包里，加上番茄、生菜和卤蛋，每口都能吃到健康美味。刚刚吃完鱼圈，不过还不过瘾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基隆夜市好吃的呢，还有这个生鱼片寿司，还有这一家蚵仔煎也很有名哦。如果你肚子还很饿的话，看到这边还有个卖蚂丸的，也非常美味。怎么办？每一家都好想吃吃看。基隆庙口最有名的顶边厝绝对不能错过，这顶边厝配上甘甜的汤汁，还有新鲜肉羹，就怕你吃了会不撑。还有天妇罗在油锅里吃作响，炸到金黄色，味道也很诱人。基隆夜市好好吃。终于吃到泡泡冰了，加上刚刚吃的这个顶天厝、天妇罗还有油肠粿，算算才160块，真的好便宜哦！台中的逢甲夜市哦，也是第一名，他们有这么美味又好吃吗？把镜头交给台中的记者基野。